摸索为难，残花轻舞出水无声。我问心高谁重，提笔道出万年汹涌。划破天际的虹，是否知道你的行踪？漫步天涯的痛，要等多久才会变冷？我愿，我盼，莫问为何转身情断。我愿，我盼，一人千愁难独自关。我愿，我盼，莫问古琴为谁轻唱。我愿，我盼，我叹我愿，我盼，莫问古琴为谁轻唱。我愿，我盼，我命运安排会有这么一天，你果然是倾城的飞行。这些蜘蛛会帮助我们找到这个房间最薄弱的地方，从这个地方逃出去。雪女也正在赶往倾城的路上。是，你想见她。上官大哥已经知道我错了，而且他已经发誓以后绝对不会再伤害你了。这次就跟我们一起好不好？我一直都很担心你。担心我？你早就知道我在宫里了，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我，你是真的担心我，还是担心赤羽？你跟上官锦倒是很好的一对，都是这样的虚情假意，明明想要置我于死地，却还是一副故作关心的样子。芙儿姑娘，在太平宫的事情多有得罪，那个时候是我一时冲动，才害你和墨儿心有芥蒂。我只想让你明白，这一切和墨儿没有关系，她并不知情。你怎么知道她不知情？她是真不知情，还是想借你的手除掉我？福儿，你怎么会这么想啊？青龙和朱雀之争本来就是上天注定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你想要除掉我，我并不觉得意外。但你知道最让我讨厌的是什么？是你的虚情假意。你总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好像毫无心机，但实际上，哼，要不是那天看见你见死不救，我还在被你骗得团团转呢，不是吗？什么见死不救？你到底在说什么？芙儿姑娘，百里将军，百里寒，赤羽在找你，你快去吧。芙儿，朱雀雪女，这青丘的王宫好像不是你可以随便散步的地方吧？你管得着吗？秦公子，太平宫一别，别来无恙啊。没想到在青丘都可以跟百里将军碰面，真是幸会。多谢将军的挂念，我跟玄女一切都安然无恙。我都忘了给公子和朱雀玄女道贺，你们的同伴全都找齐了。你别在那假惺惺的，你把我们福儿带到这儿来，又想怎么利用他？你搞错了吧？不是我把他带来的，而是福儿姑娘自己要来的。我也没有利用他，利用他的人是另有其人。你别想挑拨我们的关系，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不是你想挑拨就能挑拨的。你别拦着我，我现在就要进去跟赤羽和福尔说清楚。好啊，请。景公子，景公子请留步啊。
青丘是一个小部族，不如九黎那么财大气粗，大王的寝宫也不像九黎那么宽敞，有赤羽还有苏墨和福儿在那儿已经够挤的了，景公子如果要是去了，岂不是连个站的地方都没有了？你先进去吧。看来你对青丘挺熟悉的。不敢当。不过我倒是要提醒景公子啊，希望公子能够提醒你自己的朋友，如果没有事的话，不要到处乱走。现在的青丘朝政未稳，我们的新王正在着力于部署他自己的人，那些老臣都心存不满，一不小心就会走火。你的那些朋友们都是新面孔，只怕会误伤了他们。百里将军，看来你比青丘种宰更加了解青丘。哪里哪里，青丘和东陵都是好盟友，邻居家出了事儿，我们只不过是做一个和事佬。和事佬？你这个和事佬也做得太过了吧。能者多劳嘛。百里寒，别再跟我打哑谜了。在赤羽继任新王一事上，你到底参与了多少，有多少是你的阴谋？怎么一说到我就成了阴谋了？难道赤羽当上了大王对你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吗？就全当我百里寒为你们九黎做了一件善事。大王正在休息，不许任何人进去打扰。是。别动啊，这样行吗？紧不紧？一会儿就好了。你既然都来了，为什么不过来？明明都快好了，现在你又用桃木剑自伤，真是旧伤未去，新伤又起。不碍事的。既然来了，为什么不说话？对不起。对不起，从何说起啊？发生了这么多的变故，我却一点都不知道。洪太大哥的事情，我很难过。我也很难过。不过当时你在哪里？让我想想，你当时应该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作为朱雀玄女，应该是召唤朱雀更重要吧？不是这样的。那是怎样？我对于你来说重要吗？当然重要。可是我发生这么多事情之后，只有福儿一直在我的身边，守着我，照顾我。苏墨，你是不是应该感谢你的好姐妹啊？福儿，谢谢你。好了，我们先把药喝了吧。刚刚不是已经喝过了吗？这是最后一服了，听御医的话，喝吧。好，那你先放下，我等下再喝。不行，我走了你一定又不喝了。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赶紧喝了。好好好。看到赤羽了吗？
为什么这么快就出来了？我们走吧。赤羽他的伤现在怎么样？你为什么不留下来陪他？有人照顾他，他没事。大王，您要的侧解。嗯。赤羽大哥，你现在还要看这么多侧检啊？福儿，寡人还要忙国事，你先下去吧。大王，大王现在越发有王者之气了。百里将军是在笑话本吗？不敢不敢，我只是替大王高兴而已啊。你放心好了，我答应你的事情自然会做的，不过只是要等待时机而已。百里将军不需要这么心急吧？大王记得就好，那在下就静候佳音了。我喜欢你，难道赤羽大哥就没有一点点喜欢福儿吗？但是你知道喜欢一个人的心是不会改变的，就算他再完美再好，他也比不过你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可是我发生这么多事情的时候，只有福儿一直在我的身边守着我，照顾。起床了，大懒虫，快起床了！你就这么坐了一夜啊？我没事儿，快起来。怎么了？是不是和赤羽有关？和你那个好朋友有关啊？我放弃了。放弃什么呀？赤羽和福儿才是最般配的。你在说什么呀？你慢慢的跟我说清楚了。福儿喜欢赤羽，赤羽喜欢福儿，他们两个是两情相悦的。哎，等等等等，你这么说越说越乱。赤羽他喜欢的人不是你吗？那是以前，现在不一样了。在他受伤的那段日子里，都是福儿陪在他身边，福儿照顾他，所以你就认为赤羽喜欢上了那个福儿？我不知道，但是我一直对福儿有愧疚，是他先喜欢赤羽的，所以现在这样其实对谁都好。好什么好？我看你现在就很不好。你要是真的放得下赤羽，你能在那儿傻乎乎的做一夜啊？我不想因为这种事情和福儿闹别扭，也不想为难赤羽，我放弃。你听听看，你在说什么呀？感情这个东西是说让就让，说放弃就放弃的吗？要是这样的话，哪来那么多伤春悲秋的？虽然我吧，不太相信男人，可是我觉得赤羽，他不是一个善变的男人，是不是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是赤羽亲口告诉你，他喜欢上那个福儿了？可是我看见的都不一定是事实。我觉得最好啊，你当着赤羽的面把话说清楚了。你看看你，就这样，待会儿怎么去赴宴啊？去赴宴啊？今天清秋王啊，宴请所有的朱雀新秀。我告诉你啊，男人虽然嘴上说不在乎女人的容貌，可是有哪个男人真正能做到啊？红娘，我不想去。你干嘛？你就打算一辈子不见他了？我告诉你啊，你想不见都难。他是朱雀星宿。再说了，就算是要放弃，也要面对面的把话说清楚，说明白。
好了，来，过来。哎呀，走吧。九黎上官锦公子、朱雀玄女、苏沫姑娘到。请坐。看来百里将军多了很多朋友啊。嗯，都是同道中人。朱雀玄女宽容大方，能容人所不能容，在下还要找机会好好的向玄女讨教讨教。百里将军，你真是多虑了。要说宽容大度的话，谁比得上将军您呢？有的人一心思烦，将军便全力相助。难不成将军在操持国家之时还接了皮条客的事？姑娘看来是见过世面的人，不知怎么称呼啊？小女子红菱。红菱姑娘自然是见过世面，王公显贵，三教九流，哪个不是红菱姑娘的榻上宾啊？看来这位姑娘对于红菱的过往很是熟悉啊。那要不要小女子教你几招，让你如愿以偿，早日踏上将军的榻呢？你，百里将军，看在这位姑娘一往情深的份上，不如早日随了她的心愿。反正将军这皮条客的身份已经是驾轻就熟。爽儿，阿苏，我真的好像认识他。大王驾到！大家都是熟人，无需拘泥俗礼。福儿，你为何一个人坐在那儿？到本王的身边来。红菱才疏学浅，想向青龙玄女请教一个问题。你有什么问题啊？小女子前几日在街上闲逛的时候，看到一个字，左边是一个贝字形，右边是两横，斜着一个干戈。我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念。不愧是出身青楼的无知女子，这个字念剑。原来青龙玄女有字之之名啊。为了一个被子与人大动干戈，称其为剑。不过呢，在青龙玄女这里啊，这个被子形应该换成一个男字。一个女子为了一个男子便不识时务的大动干戈，那岂不是斯文扫地呀？红菱，红菱姑娘真是胡言乱语。我八荒六合最敬重的就是执着进取、永不言弃之人。一个人勇于追求自己所爱，是最值得钦佩之人。青龙玄女正是因为用此胸襟和品格，
才值得我们一帮星宿追随和爱戴。是你们一帮星宿呢，还是你自己啊？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位将军，你叫？在下宾毅。看你的样子，也是为父为兄之人。可是青龙玄女也不过十之七八，对玄女有所垂涎，也不怕遭人耻笑。红林姑娘，在木尔镇一别，没想到能在今日再见到姑娘，这风韵更胜在忘忧阁呀。那真是不敢当。哎呀，我今天能进入青丘大殿，结识各位显贵，那是拜将军所赐呢。红菱在这里，应该谢谢将军才是呢。姑娘客气了，在下只是送一个顺水人情而已。锦公子，朱雀玄女，在下与二位也是旧相识了，在此好心提醒一句，有些人呢是买卖不成仁义在，而有些人呢就是言而无信。柳姑娘所说的也很有道理，不过在下认为，跟什么样的人就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做生意，跟仁义的人自然用仁义的方法，跟不守信用的人就应该用痛打落水口的方法。想当初景公子得知小女子是青龙玄女的时候，就想置小女子于死地，难道景公子也算是对福儿仁至义尽？不过福儿怎么认为景公子不讲信用？这跟上官瑾有什么关系啊？要是当时我在呀，根本不用景公子下手。不过现在算下来，这笔买卖是景公子一时心软，看来是亏大喽。好个无礼的女子，好个痴心妄想的将军。红菱，福儿姑娘，当时是我一时糊涂，你跟墨儿情同姐妹，我是不应该伤害你的，让你现在都还心有芥蒂，释怀不了，对不起。你跟苏墨倒真是一对儿，都是这么的虚情假意，明明想置我于死地了，却还是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行了，大家何必在这唇枪舌剑呢？上官瑾啊，你与本王也算是共患难过，而福儿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哎，姑娘家还是少喝点。还真是懂得怜香惜玉，这干柴烈火着的可是够快的。至于来接我呀？他怎么可以这样把我们关在这里呀？有没有人呀？没天理了！佩佩，你可不可以消停一点啊？哎呀，你说这个赤羽是不是真的疯了？不就一个多月没见，他就变成狼心狗肺的，
连朋友和敌人都分不清楚了。这件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青丘突然和东陵结盟，青丘王性情大变，国内形势紧张，然后洪泰被抓，赤羽被迫回到青丘去救洪泰，杀死大王取而代之。我总觉得这中间似乎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我是觉得呀，有百里涵在的地方就不对劲。之前我们救洪泰的时候不得不和百里涵联手，所有的消息人手调配都是由他掌控的。我就奇了怪了，你说百里涵他一心要召唤青龙，他怎么对赤羽这么上心啊？这也是我不明白的地方，为什么百里涵对赤羽特别上心？他想从赤羽那里得到什么？之前我听赤羽说过，百里涵要和他交换什么。上官大哥，我记得在我中毒的时候，为了问百里涵要解药，赤羽说过跟他做的交易。难道是因为这个？哎，行了行了，我们在这说来说去不都是瞎猜吗？所以我们现在要想一个办法，要避开百里涵的人还有福儿，单独去跟赤羽谈一谈。哎，怎么了？哎，是不是那个赤羽来接我们了？我没猜错吧？大王要见雪女啊。见我？对啊，大王只见朱雀雪女一个。不行，虽然我也说不出什么，反正我觉得一个人去太危险了。红玲，没事的，你放心吧，现在也只有这个机会我才能出去搞明白所有的事情。大王，朱雀雪女到。我有话要对朱雀雪女说，你们退下。是是。赤羽，许久不见，你有没有想我？你不要任性，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向你解释。这些时日发生了很多事情，从洪泰过世，一直到我继位新王，一直都有太多事情都不在我的掌控之中。把我们抓进牢里，也不在你的掌控之内吗？那是不得已。不管我愿不愿意，如今我已经是青丘的王，而王有些事情不得不做。上官瑾和阿素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但是他们确实触犯了青丘的刑罚，我不得不把他们关起来，不然青丘王的尊严何在？我不想再次引起青丘和九黎的战事。如今我当了大王，资历尚浅，这一切都是如履薄冰，步步惊心。你放心好了，我是不会让他们吃苦的。等局势稳定一些，我才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你也是在担心他吧？我早就说不要让他一个人去，我总觉得好像会出什么事情。放心吧，他不是一个人去的。啊？啊，泗水。但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你惹人你还是赶紧忘记了好。
对了，各位，我觉得我们现在不可以坐在这里等别人救我们。我刚才已经几次看过，外面一共有三层守卫。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自己想办法，尽快离开这里。把我们抓进牢里，你是不得已。可是百里寒是怎么回事啊？那个时候你为了救我，和百里寒做过一个交易。现在的一切是不是跟那个交易有关？你说的没错，的确和那个交易有关。他给你解药，我答应他，日后有一天当上了青丘的新王，一定会和他结盟。只是当时我没有想过，有一天我真的会当上青丘的王。那这一切又是因我而起的？其实你无需自责，即使没有这个交易，我也不得不和东陵结盟。如今的青丘可以说是内有小人作乱，外有敌国虎视眈眈，可以算得上是内忧外患了。我上位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停了与九黎的战事，但是和东陵的结盟是一定不能解除的。可是我不喜欢百里寒，他不是什么好人。其实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身后的各种利害关系。将军。啊，别动，别动。你的伤口啊，如果再偏一点点，恐怕你的性命就不保了。这一次能够成功的擒获朱雀众人，你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小人只是为了向将军表达忠心，为了将军完成伟业，小人万死不辞。我已经给你找了最好的医生为你疗伤，这两天你就在这儿好好的静养。谢谢将军。将军，孙据有一事不解。你肯定是想问我为什么会大费周章一定要把赤羽带进他弑父的预言当中啊。墨儿，我好想你。百里寒一直派人盯着我，刚刚的那帮侍卫都是他派来的眼线，所以我刚才说的话都是说给他听的。可是你跟福儿。我和福儿怎么了？在你最伤心最难过的时候，陪在你身边的是福儿，而且你知道他是喜欢你的，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快乐。这是你的真心话？我现在就告诉你，喜欢一个人不是靠他的努力，即使另外一个女人再温柔再好，我爱你的心也是不会变的。可是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看得出来两个人都是很喜欢对方的。你说的这些都不是真心话吗？我是很感谢福儿对我的照顾，但那不是喜欢。墨儿，你不是真的愿意看到我和福儿在一起？我心里很乱，看见他日日夜夜陪在你身边，看到你对福尔关切有加，我很难过。你嫉妒了？嗯，我嫉妒了。你可知
这个世上懒惰和憎恨都可以给你带来放松的愉悦，但是唯独嫉妒，它只会让人感觉到痛苦。我也讨厌这样的自己。我和福儿是最好的姐妹，为了她，我也应该放弃这段感情，可是我做不到，因为我喜欢你，我想要跟你在一起。我一看到你们两个那么亲密，看到他对你那么好，甚至看到他看你的眼神，还有这段时间他一直陪在你身边的事情，我就特别难过。默儿，我爱你。青龙星新秀，又称新月狐，是青龙的王室，也是九尾狐的后代。我刚刚拿到卷轴的时候也有点不太相信，可是后来通过在青丘的眼线得知，在赤羽的母亲出事的当天晚上就出现了异常，他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所以说新月狐只有在特别极端的情况下才会取代朱雀的星星，所以看着自己的好兄弟赴死，自己却无能为力，再加上弑父，两重打击之下，因为无法面对，内心里的新月狐便能取而代之。哼，将军真是高明。不过将军，如果赤羽不是青龙新秀，你耗费这么多的心力，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这是为了这么一个不确定的答案吗？青丘迟早是我们东陵的囊中之物，吃下它也是早晚的事情。而且如果它不是新月狐，也不可能幸运地活到现在。这种一石二鸟的事情不也是你常做的吗？小人已经把命都交付于将军，来证明对将军的忠心。如果将军对小人还有什么怀疑，那我岂不是会很伤心？我相信你的忠心，只是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才好。一定，一定。孙据不送将军了，安心养伤吧。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的好姐妹？所以你说的那些话都是假话了，什么好姐妹，什么要永远照顾我，不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见我孤零零的被绑在那儿，你是不是很开心啊？你是不是连做梦都想让我孤零零的死在那儿？你这个坏女人，你早就处心积虑的想把赤羽哥从我身边赶走了是吗？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这里就我们三个人，你能不能不要再装无辜了？我真的不明白。难道你想说你什么都没有看见吗？你到底在说什么？好，你可以继续装下去。但对于赤羽哥，你不是早就知道我喜欢他？我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喜欢他，这你早就知道了。在北海鱼鳞岛的时候，你还虚心假意的说要帮我，可结果呢？你却背叛了，诋毁了。幸好我今天亲耳听到了这一切，不然我还不知道要被你蒙在鼓里多久呢。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对不起，福儿，你是我永远的好姐妹，这一点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但我和赤羽是真心相爱的，我答应过他，见到你的时候一定会把这些都告诉你。我希望你能谅解我，
祝福。你的意思是，至于喜欢的是你，而不是我，是吗？好啊，今天赤羽大哥就在这儿，我们就让他当着我们的面把话说清楚。让我选，这答案不是很清楚吗？你们说谁会嫌女人多呢？我两个都要。不过要是非选一个的话呢，好像这个更对我的胃口。至于你刚才说……刚才说什么？现在赤羽大哥都已经做出决定了，该离开的人是你。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来的正是时候啊。苏墨在哪儿？苏墨，他自然是在你的好兄弟赤羽那儿。不过他能不能活过今天就不知道了，想要找到他恐怕没这么容易。